第三期次，今苏澳发车就依然香港速赢的拳头交会，因为583拳头我是刚刚就出场了，2014年3月17号视角迎战，视角迎战是第55分出发的是6:24，苏赢发车就花东西，台东的1401单定场加8姐扶墙，以及第三期次苏澳发车就依然香港速赢的，因为583拳头，感谢支持就拿，拜拜。